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总经理林恩威来到节目当中，他将与大家介绍 New Leaf 高档次 CBD 和麻油。Nina 你好。Nina 你好。我们还是同样给这个湾区的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，就是我们这个大瓶的 New Leaf CBD 哈，含量是4850毫克100毫升的正常保健，我们可以吃3个月的量哈。那么这个大瓶的呢，其实你用在CBD 要是我们换算过来，每一毫克的 CBD 呢只要9分钱，就是买大瓶比较划算了。那其实你用在这个健康上的投资，一天可能也就2-3块钱，可是你要如果买的多呢，我刚才算了算，可能才几毛钱，不到1块钱这样子哈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。比如说你买5瓶，那你一天的投资可能连1块钱都不到，所以用在健康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。所以呢，我想再次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赶快拨打我们这个热线电话，在屏幕上面也有哈，8887891670，或者呢，观众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妮娜王0831。那加微信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健康的群，我会把所有关爱 CBD 的这些朋友们加在这个群里，定时的发出我们的一些好的消息呀，还有一些特别的优惠都在这边。哦，所以就是等于像是会员优惠一样的。对对对。然后听说你们这个买这个大瓶装的这个 CBD 还有礼物送哦。对的对的，这个我们还会送什么呢？就是买这个大瓶的这个 New Leaf CBD 呢，我们会送你一支我们自营品牌的这个喷雾的 CBD。那么这价值呢是100块钱的，你买的多我们就送的多，买一瓶我们送一支，买5瓶我们就送5支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。嗯，非常好。对，那观众朋友呢，就记得呢打这个电话号码1888-789-1670，1888-789-1670。那说起呢，就是麻烦您讲一下你们这个公司了，汉普生命科技公司最近发展的状况如何呢？哦，对，汉普生命科技公司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了，是我们中文投资网旗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。其实我老板真的很聪明，他一手抓健康，一手抓财富哈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策。健康就是财富。对对，因为你光有财富没有健康还是没有用的，所以他在发现这个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专注的做 CBD 汉麻油的推广，我们这家公司哈。那目前呢，我们的分公司在纽约推广的也非常好，那我们在加拿大的公司进行的也非常好。另外呢，比如说我们在休斯顿有做了电台上的推广，效果也非常好。那在我们的大本营洛杉矶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啊，差不多大家应该不敢说家喻户晓，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了解 CBD 汉麻油了，因为这个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好。嗯，那听说呢，因为您呢直接跟客人有联络哈，那您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，麻烦您讲一下啊。好，那就是比如说咱们说到炎症好了，我们有一位这个老先生，他呢就是皮肤过敏，眼睛特别的痒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汉麻油直接涂在皮肤上。他说他大概用了几次以后呢，他这个炎症完全消失了。还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销售主管，他自己呢就是过敏体质，可能就是医生就说他免疫力不平衡。其实免疫力不平衡就会导致你经常过敏，花粉过敏也好啊等等的。那他非常非常痒，在办公室他就说我不行了，坐不住了。后来我们就说你不是在服用汉麻油吗，再拿它擦在皮肤上哈，当时那个红的那个现象就马上得到缓解，他就再也不痒了。然后后来他就一直呢，他因为我们都在服用汉麻油，所以他就用这个也擦在皮肤上，效果也非常好。另外一个我们在纽约的一位先生，他自己有躁郁症，他自己说他就没有办法安静地坐在那儿做一件事，但是他在服用了我们这个汉麻油1周的时间，得到了特别好的缓解，他也特别开心，特别到我们纽约的这个 office 跟我们的销售人员感谢，说介绍这么好的产品给他。另外呢，像这个对一些高血压呀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，糖尿病啊，对他们帮助都特别的大。还有我们一些客人在罹患绝症，非常的痛苦，做放化疗，但是这个产品对他们帮助也非常大。还有比如说睡
睡眠，我们有一位老先生是72岁了，他说他每天的睡眠就是1个小时起来一次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，那就等于没睡了。对，而且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身体非常的弱，然后他自己找到这个 CBD 汗麻油，找到我们公司，他开始服用，大概在服用了1个月的时候，他来我们公司跟我们大家分享，他说他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天明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而且他现在他自己老先生70多岁了，还在做房地产的这个买卖的生意，你知道吗？做得非常好。他前一天还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忙。我说那你还有在吃 CBD？ 他说我一直在坚持服用，因为这个 CBD 对我帮助真的是太大了。还有我们自己的老板，他自己有什么糖尿病啊、三高啊，而且他每天出差到处乱飞的这些时差，但是对他来讲呢，睡眠依然非常好，因为他没有存在这些问题，所以呢有这些症状，比如炎症啊、疼痛啊、睡眠呐、甚至一些这个绝症的这些朋友们呢，或者压力啊，赶快来服用我们这个 CBD 汗麻油，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啊。说起这个 CBD 汗麻油，那其实呢就不用把服用的涂在身上，你们另外也有出这个止痛膏是吗？麻烦您来讲一下。对对对，我们止痛膏呢，我们目前呢代理的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同一个品牌的，一种是含量250毫克的，一种含量是750毫克的。那我今天现场带来一些 sample 哈，等一下你也可以试一试。那这个大瓶也是一罐一罐的装哈，这个就是涂抹在皮肤上，你经过你的内服，比如你有炎症、关节炎，经过你的内服加上你的外用，那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就像摔断骨头啊，怎么样就涂在上面就有效，就是可以，对，会帮你缓解缓解很多，可以缓解这个痛楚，怎么样？对的，对的。那个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前，麻烦您再讲一次这个你们这次的特价优惠。好，今天的特价优惠呢，还是就是我们大瓶的这个 New Leaf CBD 哈，是100毫升的。那普通的人呢，可以吃3个月的量哈。那平均呢，每1毫克的 CBD 只有9分钱。那用在你健康的投资，可能在3块到1块钱之间。如果你买的多，就会便宜嘛。这就跟批发跟零售一样哈。其实随便大家随便买杯饮料都是几块钱，所以呢，真的不要把钱白白浪费了，吃了那个又不健康，不如呢，而且还会发胖。对对 对， 对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谈这个减肥的问题哈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有再多的钱，你也买不来自己的健康，千万不要等到说，有一天到了医院，医生要让你掏尽你所有的钱，那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。所以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赶快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，在屏幕上面也有了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。好，我们非常感谢 Nina。 那正如 Nina 所说呢，大家呢如果呢晚上睡不着啊，或者有疼痛啊，或者有一些什么疾病啊，就导致自己就身体不太好的话呢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使用这个 CBD 和麻油。那这个电话的热线号码呢是1888-789-1670，大家呢也可以加 Nina 的微信 NinaWen0831。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另外一段广告。